二二八连假即将到来，那么预估呢，各地风景区都会涌入出游的人潮。想要聪明出游的话，监理站就邀请民众善用公共运输。87条国道客运的路线，还有台湾好行都有票价优惠。宜花东还加码行销，享有租车优惠，还有台湾好行套票呢，4人同行，还有1人免费的好康。228连续假期为期4天，公路总局推出各项公路客运票价的优惠措施，87条国道客运路线，台湾好行都有优惠。112年的2月24号开始到2月28号为止，87条的国道客运路线享平日优惠票价或原价的85折，持电子票证搭48条的台湾好行的也享半价的优惠。同时提供转乘优惠，只要搭乘高铁、台铁或是国道客运，10小时内转乘在地客运路线，可以享一段票或是基本里程免费。另外，前往东部旅游也推出加码行销。公路总局也同时针对前往东部的民众推出在地游脚的一个租任优惠，还有宜花东加码的一个行销的一个优惠。搭乘东部的国道客运路线，可享指定业者的一个租车优惠，另外持东部台湾好行的套票或合法旅宿的证明，北宜北花来回4人同行1人免费，回程可再抵200元的一个票价。监理站提醒用路人不要酒驾，避免疲劳驾驶，出发前做好行车检查，开心出游，平安回家。